各位行车记录器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摩托动力今天要推出的是棒125 ABS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棒125这台车，它本来是一部平价的通勤机种，但是我们积极的导入新的 ABS 系统，虽然它只有单回路。只能做前轮的液压控制，但是我们透过前后的读取盘，可以达到精确的轮速差的控制，那也可以让两个轮子同时锁死的时候，由前刹车系统做一些补偿的动作，去达到因为后刹车锁死的车身失控状况。我们这一次在我们的电喷系统上面在做了一些精进，我们的启动开关已经变成一个触发讯号，我们希望在触发讯号传达出来之后，一切的启动都由引擎的 ECU 进行控制，不再有像以前启动过久或者是过短造成一些启动的不顺利。这次棒125 ABS 整合了 Start and Go 引擎怠速自动熄火启动系统，降低废气排放，提升省油效能。另外，更换上全新铝合金轮圈，让外观更加新颖动感。